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 5.0 的植物板蓝根内裤，一盒是有四条装，然后它的挡肤是采用纯天然的板蓝根精华，所以对私处的护理作用特别好，抗菌杀毒。看一下，一盒是有四条装，每个颜色都超级好看的。这个是采用裸氨的面料，所以特别的柔软舒服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裤的弹性，每一条都是超弹的，200斤内完全都可以穿，而且料子它是可以秒回弹的，就穿多久都不会变形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裤的做工特别的精致，裤腿这里都采用荷花边，看一下，很柔软的一个花边。然后腰头这里的话都是采用荷叶边，看一下。然后这个裤子的腰头看一下，都是采用这个小荷叶边设计，加宽了这个松紧带，所以它的拉伸效果特别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版型的包臀效果，臀部怎么拉伸都可以的，弹性特别特别大，看一下，完全都不用担心它会卡屁屁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裤的裆部，这个是石墨烯的抗菌裆部，加入了板蓝根的润肤精华，看一下，它接触水分的话会出现这个蜂窝状，然后迅速开始杀菌，看一下，吸水性超好的，表面非常的干爽。